终结技加额外经验值，好爽啊！指挥中心，我们即将散开以搜寻目标。多挂三个尸体，你得到资源。找回失灵的探勘小组。啊！被强奸了，被强奸了！暗杀，暗杀！等一下，我们蹲下是哪一个键啊？是他遇到敌人会自动蹲下吗？我不需要蹲下就对了。最好的方法，偷偷穿越圣三一士兵，或是与他们交战抵达洞穴。自己遇到的时候就会蹲了嘛。干主角的朋友，你不用想活了。多多暗杀，暗杀一流。把话传下去，当地人在空旷处设了陷阱，他们一定猜到我们会追上去。该死，他们根本是假装撤退，那些人现在一定躲在某处，哦，等着我们。这样子应该是不会被发现吧？把他放下来。布雷克阵亡了。没有人去把他放下来。通体舒畅，拿了就跑啊！完成了一个挑战，感觉不错。哇，这边有点小尴尬。他们的 AI 应该不会高到一个吓人吧？我觉得。打开无线电，看能不能和圣石取得联络。最后一次通信时，他们说那边遭到攻击后就断讯了，但刚好是我们在一起外，当地人敌人来袭，扫荡对方。还有人，居然还有人。结束了，被射一下蛮痛的嘛。哎，原来这边有个发电机啊，太可惜了吧！想说直接把自己炸了，对不对？直接给他敲下去，炸，把他们炸死。这个树枝给我这样摆荡的意思，就是让我跳来跳去就对了啦。好，了解。好，我们要来打几百熊了。我真的是作死才走进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太窄，不适合战斗。最后把他引出来。啊哈！哦吼！争取到了一些时间。啊哈！啊！啊哈！啊！别！一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！哎呦！别跳跳熊，呜呜呜呜！别哦，怎么？哦，就能，你们高超走位有没有看到？想学吗？我不见得要教你啊。哇，他这个剥这个皮要剥很久哦。有，刚好看到了，按中键嘛。有制作中，一次做两个。好了，这个都已经挖掉了吧？没了，那我们可以走了哦。往这边走。
被熊扒下去。你是最超然的击败熊，以为击败了，我被击败了。哇，这是小米蛙哥，捡到宝的感觉。好，手枪的配件找到四分之一，看来还不够啊。鹿皮，很想看老头玩 X81，一定死更惨。不要啦，我没有 X8，我就只有 PS4 Pro 了而已。可恶，这一套衣服没有看到，没有办法看到罗拉的翘臀了。啊，上不去，真的。我觉得到时候换一件好了啦，这件我不太喜欢。没有翘臀，没有罗拉。可恶，这一定会很冷。那难不成很热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用骨头雕刻成的箭头。哦，酷哦！看起来像是蒙古人的工艺。这是一支响箭。响彻云霄箭，会在敌人头上发射这种箭矢，来引起敌人的恐惧与混乱。哇哦！一支千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说错吗？哎，那这样是一直说我有这个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我是拿到这个制作的蓝图就对了，但是目前没有，是吧？右键可以下潜，好，放开右键就会往上，有两条路。好，我打赌这里有东西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高超啊？是一个令牌。这是某种通行证，持有这种令牌的人就能代表蒙古帝国的权贵。哇，权贵！上面写着：“党政，党政，天无穷，吴王诏令，无礼之举将足以处罪。”上面写着：“人一蓝，脑一残，脑就残；人一绿，脑就屈。”党政，党政，党政！完了，我天下无敌了。没有人敢动我，哪怕是圣三一，秀出你的党证，他们都怕得要死了。听一下英文看看好了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哦，拿到什么鬼东西？不能往下潜，不够深。附近非主线古墓挑战，我看到了。这古墓挑战，我之前好像以前玩过嘛，我还记得这里，就这个对不对？这是古墓挑战对不对？拜暂停。我靠你！哎呦，好险哦！X8 是多种语言哦，真好。不然我想切日文。It's Mongolian.蒙古人。古墓挑战喽！Must be something up there.
我记得我这里死好几次，死超多次的。哦，爬这个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记得要先把它给撞开啊。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交给哥哥，准没错。有了，水哦。Yes, I did it. 哦，我们还有另外一边啊。另外一边的话，知道怎么桥？不是这样。我先爬上去再说好了。啊，换衣服，衣服都长一样，换什么衣服啦？你在那边洗屏，我把你编掉哦。衣服能看的也没几件啊，而且重点是有些能力不是很好，不然就是衣服包那么紧。干嘛？你要看露奶的吗？啊，你可以去稍微就是网络上查一大堆，好不好？哦，有了，转弯了。拉到底吗？啊！来来来来来 ！What the hell？ 这是什么话哥？我居然没有拉到！哪会安尼？真凄凄咯！我要重跳了，我天哪！金系列听说只先出 X 霸的样子，我不清楚哎、欸。反正 PC Steam 上面是有，但是几月啊？九月份对不对？应该是九月份吧。就知道跟他跟时间赛跑才行。根本来不及啊，这个家伙。抓哦。我太慢了。九月多嘛，对不对？夏天还是玩这种游戏，感觉凉爽多了。自欺欺人吗？自欺欺人法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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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嗯 ，Yes，Nice。Got it. Now to find out what's up there. What's up? What's up, man?阴尸路出新一季了，你确定？你确定出新一季了？你有没有看到发售日期呀、啊？我今天才在我的社群跟我的粉专铺了第四季的消息。你确定它是出了，还是还没上市呢？讲清楚哦，不要那边给我类似那种什么《泰坦降临三》的那种啊，那种鸟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记得这边好像可以拿一个不错的装备的样子吧。哇，有钱呢、欸！ Why were they carrying so much wealth with them？ 还是说你是时空旅人？你是两个月后的观众吗？时空旅人对不对？我懂你。老头生气了，我没有生气啊。This codex details the archery techniques of 拜占庭帝国人的攻速。好，学到了古代能力，好像是一次可以射三箭嘛，哦，一次射两箭，快速射击，不消耗弓，
弓箭抽出箭袋的延迟时间，射出一支火焰箭矢之后，快速按下并放开左箭。啊，这怎么烂叙述啊？射出一支火焰箭矢后，快速按下，放开滑鼠左键。好、哦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将火焰箭矢一般箭矢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第二支。跟火焰箭矢没关系啊。OK， 这边写完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进度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先到我们之前早期连载的那个阶段吧。刻意摧毁，隐藏自己的信仰。好，这边解完了，然后这边走错路了。会有记录档吗？会啊，老头会剪啊，来把它玩一玩吧。Jump！ 嗯，这什么？送钱哦！这地方路上都有钱可以拿，真好，都不用工作了，不用再领22K 了，各位。哇，我快变溺毙了！我天哪！什么烂东西啊，罗拉，你的肺活量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吗？啊！你明明跳来跳去，也没看你气喘如牛啊！啊，你就这样数十秒，你就不行了，太扯了、哦。这样子也会死啊，那个肺活量是不是有问题？我看你那追赶跑跑跳碰这么的灵活啊，居然区区的这个几秒钟溺死，你对得起你爸爸吗？追捕者跟先知进入陌生土地啊，先知逃到帝国边际向北去了，继续逃吧你。老头给这游戏评分了、啊，一到十分了、啊。目前我觉得八分吧。这游戏他前几代我都觉得做得不错啊，我觉得还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出来了。苏联设施，注意哦，记录点9:12，我有吓一跳。地平线的女主角索菲亚。How long have they been here? Days, at most. 他应该是蒙古人哦。You should leave this place before it's too late.I can't do that. I came here for something important. So did they. If I see you again, I'll put an arrow in your throat. You and I are on the same side. I hope I can prove that to you. Oh! What's going on down there? 烤肉瓦斯旺的关爆炸了，诶，逃跑了。跟你们讲，瓦斯要记得关嘛，不然你看，憾事发生了。
老头应该会比较把剧情推展的速度加快啊，所以说有一些比较细微的解谜部分，老头可能就不过了吧。哦，应该就是不会过了啦。有什么？比较着重于剧情的部分。制作箭矢滑索组，按住左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做、啊。了解。我忘记用中文了，可恶！抱歉，我想要调中文，忘记了。好，从这边开始。没办法为他做什么了。没办法为他做什么。抵达西伯利亚的第一天，事情就发生了。我在阿富汗两年和在印尼一年期间，他说谁是神经病？不过头一天来到这个冰天雪地，一个人都没杀过。Oh my god！ 我们得在他抵达之前搞定这些状况。喂，直接勒毙，转移注意力。我们有拿到类似酒瓶的东西吗？哦，在这里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疯子，居然拿把斧头就冲向三名全副武装的人。我真不懂他们。哇，他们居然没发现。刚怎么回事？哎哎哎！哇，这个 AI 有待加强啊！那边都破了，玻璃瓶都那个声音都出现了，他们还在讲话、啊。行行行，也太好笑了吧！谁啊？谁啊？我啦，谁啦？你的大姨妈啦？谁啊？摔到马桶，卫生纸不够，什么鬼东西？要砸直升机起落区域。没有失去弹药的本钱。我觉得这里应该安全了，别大意。重新联络上监狱之前。缺乏装备，需要绳索、箭矢才能通过此处。我根本没需要那种鬼东西吧？这是电线还是鸟巢？一定不会满意我们的表现，这下有人要付出代价了。弹药优先处理，记得跟佩吉分开放。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的？哦，我看到了。这可以拿吗？大部分佩吉都在爆破中烧掉。我就这样直接大拉拉招出来，没问题吗？啊！我要死了！莽撞行为，唔汤。竟然没有烧到他这么强！快露出你的龟头！哎，靠北没中。多挂一下。这女的猛，人家是罗拉，对不对？罗拉当然猛啊！我记得有一招是可以把这个丢出去，然后用弓箭把它射下来的。那一招我不会用欸，那一招有待学习一下，有待配合慢动作。我在上面。
有没有神准？有没有？全部都在我预料之中，是不是？硬被硬 A。啊这！啊这！好，我们就不拖泥带水了。穿越少防御力越高哦，抱歉，这个游戏的 skin 呢没有给你穿越少防御力越高的这种功能，没有。哇哇哇哇哇！哦，跳这边。爬高高游戏，我知道重制版啦、啊，我会买啦，我一定会玩的，你放心，绝对。明年1月29号嘛，对不对？可以看我爆肝实况了。对啊，你看右键瞄准之后，左键投掷。哦，他这个哦，这个教学是那个一般的教学，我想说他教我那个。丢出去之后可以直接点燃的，没有那一招。哦，意思是要把这个炸掉就对了啦。浇血浇血，有了。哦，有人死掉了。新武器，新武器。记录档老头会剪接吗？会啊，会剪啊。是谁被抓啊？军来了，我已约拿被抓了吗？快告诉我们一切！嫩，神圣的神，神圣的神，神圣的先知，神圣的鸡腿，他们把他关起来了。我等下再救你啊！刀瓜比较重要，切换武器。哦，有了。勇者就要先是搜刮东西，再去解任务，对不对？锁住了，缺乏装备，需要开锁工具，我没有。欸、他不理我、哦，哎、欸，是死还是怎样？人中之龙三，哎，人中之龙系列我完全没有玩过、欸，哎，不过听说很搞笑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 Steam 上面居然出 PC 版了，零代。你们怎么看？有必要玩吗？我会不会被因为玩这款游戏，然后被他们公司检举啊？指定的20古堡4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等到我很闲的时候再说吧。哇，这边都是人。一代跟零代都会上是吧？是康斯坦丁，我让你在这儿负责指挥，是长官。但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抗。我要你当我的双眼，你要能看清情势，你必须搞懂这个任务的重要性。是，但没有，不，你不懂，不，哦，像你这种家伙要亲下去，要亲下去，哦，哦，放轻松 ，Oh my god。轻松，别害怕痛苦！哇，把酒杯啊，扯眉啊！
主线有热血剧情，有感人。就快达成了，但我们要保持警惕。如果成功的话，就能打造全新的世界。打造全新世界，我们理想的世界。One Piece。康斯坦丁，我们需要。结果长官跟他拉近。我们抓到一名俘虏，他可能知道点什么。忠贞不渝，才能够享有神圣之源的荣耀。忠贞不渝。我为什么突然觉得这个圣三一跟那个刺客教条的圣骑士他们很像啊？感觉同属性的有没有？